四位年青的导演演绎香港目前的情况是怎样，这个情况从玄学的角度去看香港人今天的幸福，这个戏不可思议，因为他本身有二十几年前大迷信最受欢迎的部分，就是当年的七者大家依然是印象难忘，但是能够找到最厉害的文迷女王三者上镜，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缘分。加上我们去美国能够请到当地的通灵师 Danny 上镜，这个也是一个很不简单的机遇。去到日本能够请到手屈一指的文米婆板子给我们拍摄，这些也是不简单。在台湾我们能够拍摄得到一位是济公上身的一位人妻，也是将整个台湾的基隆文化在这个纪录片里面表达。云云陀陀云陀，有你有我，隐隐我我与我，此对此错，命运为什么为什么坎坎坷坷，哎呀弟兄，次次恋恋痴恋太多，莫要找到一个假的化身，谁在幻梦灵异以鬼作神，佛说果中有因，莫要太过伤感，从来命运造就自信行好运。四位年轻的导演，他们都发挥了年轻人那种干劲和那种触觉。在戏里面，我相信年轻人看这套戏是由头兴奋开心到尾之外，而且在戏里面有互动，这个互动就在戏里面去投入一个叫做火攻的法事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玩的电影。我只有用好玩来描写这个通灵师，是在现在沉闷的香港里面我们需要一些创意，这个创意在通灵师里面，这套电影里面是令到你无论什么年纪的人入到戏院里面都会感受得到，在我们身边里面的确发生了很多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一定为你破解之外呢，而且提供一个好的智慧给你驾驭。咁驾驭呢啲系乜嘢呢？就系我哋嘅人生、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日常生活所面对嘅所有事情，呢都系香港人而家目前最需要嘅智慧。